近日温碧霞现身在内地山东林儿商演，温碧霞身穿白吊带长裙，仙气飘飘，在台上捧着花演唱《我真的受伤了》。另外有网友拍低温碧霞在台下行路的时候的相，相中温碧霞露出大美背，性感打扮超级吸睛。从侧面看，竟然见到温碧霞疑似是没有穿内衣，亦都没有做任何的保护措施，好像是走光。有网友就留言质疑，明星有没有必要这么裸露啊？